你每天做事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到你要循着神国的道理去做去活，那你就会看到，当你顺从他旨意的时候，绝对胜服的时候，圣灵就从你的恩膏不断的流出来，真的。然后你也会看到一件事，当你不断在呼叫耶稣的时候，你顺服着他，你越顺服他，你的恩膏就会越大。所以其实我问各位一下，很多人不是被按手他有能力的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是怎样，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，神就给他恩膏了。我们教会过去有个弟兄叫何业白，要扁一人，他的妈妈曾经疫病赶鬼，赶了100多人，公山高会弄一老部团的，不是博士团的，他的妈妈就是专门在疫病赶鬼。他的先生是医生，就一边因爸爸是医生，啊，因老母是什么？总是讲一边光棍家庭的祖先，足奇怪哈。爸爸是医生，啊，妈妈是在讲啊啦，按手一边赶鬼。那一边赶鬼的人，他都带到教会了，带了100多人上教会。你看看了哈。那这个妈妈很爱主，她就顺着神的话去做，所以她并没有被恩膏。但是我知道，很多人都喜欢恩膏，好，你知道哈？那我现在呢，来跟各位讲一下。有时候呢，你只要牵着手，你只要牵着一个有恩膏人的手，那个恩膏就会流到你身上，你知道吗？哈，如果今天呢，你走在赵永基的旁边，你就会觉得他的恩膏会流到你身边，流到你身上。所以啊，我想跟各位说，你已经有恩膏。你知道吗？因为有很多人高摩过你，只是你不敢相信说我有恩膏，所以你回到家的时候，常常要为一个病人家生病的时候，你就跟他讲说我为你祷告，你就不要怕，你就试看看啊，你就尝试为人家按手看看，看看会不会倒。很多人还是会倒，你知道吗？按倒的时候你不要高兴，因为那是神做的，你知道吗？嘿，有时候呢，你会发一看更可怕的是，你一发现到握手。一握手，跟他握手，让人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那是神做的，你也不要去太喜的。哎，我怎么有这种能力呢？你知道吗？别人都是假的，我才是真的。我告诉各位，凡是说他是真的的人，那个人就是假的。今天免讲真呢，你知影吼？请问你挂只劳力士，人家讲迄只劳力士真的，迄只到底真的假的？人家讲迄只假的啦，对不对吼？我一概看到一个人家讲伊挂只 PK， 哎，伊讲魔术界是 PK 哦，你知吼 ？PP， 你知吼？我讲哦，只要几百万呢，你一直甲我讲，我一看，选招唔对，你知吼？我知迄个啥假，你知吼？啊，所以你不要常常去抢，意思啊，我的恩膏是真的，别人的恩膏是假的。弟兄姊妹，常讲这种话的人，神不会使用他，而是使用他。但是他没有办法为神做大事，他的事会越做越小。但是到底神会不会医治人呢？神真的会医治人，你知道吗？哈，来，像这个礼拜呢，中林啊，礼拜天，那你过来一下，中林，我们这种，他们夫妇档，都是我搭配好的哈。好讲那个 OK 好，那个上个礼拜六晚上啊，就一点多的时候，我就这边开始痛，然后这边又开始痛，然后痛了大概半小时之后，啊，那没啥跌，应该是肾结石割给压起来了。结果一点多就跑去郭仲和挂急诊，然后他就照 X 光啊检查一下之后，就发现结石应该是掉在那个输尿管要到膀胱的那个上面的地方。然后呢就说啊，那你得以，因为是礼拜六嘛，所以要挂礼拜一的门诊，叫我就先这个样子。他结果晚上回到家之后呢，这边吃了止痛药，这边不会痛了，但是下腹这边还是很痛，就好像有尿已经满了，但是尿不出来。说那个礼拜六晚上都睡不着觉，一直去尿尿啊，每次尿都2-3滴，而且都有拢像会挡血，应该是有血里来底的滴啊。结果到6点多的时候，觉得不太对，我觉得还是怪怪的，我又跑去找郭仲和那个急诊室的那个医生，然后我就说我是尿不出了，我觉得尿已经满了。结果呢，六点他去的时候，他就帮我超音波看一看，你的膀胱是，我的膀胱是没有尿的。可是呢，回去我又吃了一包止痛药，结果还是很痛，很不舒服。然后想说好吧。既然这样子的话，那早上有理由可以请假不要服侍。然后呢，就7点多匆匆在早祷的时候呢，就下来，就跟牧师说啊，我今天家不松快，然后就叫他，牧师叫我过来。然后牧师呢，我就跟他说我发生什么事情之后呢，牧师就用手按在我的身上，然后一只手在这边，一只手在这边，然后呢就祷告几句之后呢，就发现那个疼痛就减轻一半。
然后就说，哎，有效呢。然后牧师又说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祷告一次。结果他同样的方式又按手，又按手，然后祷告几次之后，就完全都不痛了。而且那个发生的过程当中，无声无息，没有任何戏剧性的效果，就这样子就发生了。我觉得哎，刚去见呢，然后就真的是让得到医治了啊，一直到现在都不会再痛。然后医生呢，礼拜我去看门诊的时候，医生说我要照一个显影镜，一共没听不代表的好啊，所以我就听了医生的话呢，我昨天就去礼拜一门诊，礼拜三就是昨天去照显影镜，也照了五六张 X 光，结果医生说就奇怪呢，完全拢无代志呢，都正常，一个字也正常，啊，输尿管也正常，啊，膀胱嘛无看到物件呢，啊，我嘛个医生讲，可是我这几天也没有感觉，我有把那个石头排出去啊，因为我以前有排过三四颗，我都知道那种感觉，啊都没有呢，啊，医生嘛唔怎样呢，爱的讲啊无好，不代志的好啦，然后我就回来了，然后想可能就是礼拜天，其实神就透过牧师的手，就当下就做医治的工作了，阿门。像这种见证是欠缺神的荣耀。我跟你讲一下哈，他没有跟他在去复检的时候，应该跟医生说神医治我。耶稣我在祷告之后，耶稣就医治我，明天再回去复检。我就一直跟各位讲说，我们常常欠缺神的荣耀在这里。那神医治了你，应该去跟医生说，你再检查一次，对不对哈？啊，没有。他不能说啊，你这样就没有事就可以回家。你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跟他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那天祷告完了以后，神就医治释放了我。你要不要说？你看，我们都是不敢说，有没有？我们是不敢说，我们不敢传啊。其实神做了。来，你看一下圣经，看一下圣经，看一下圣经哦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地方，我想跟各位啊做一些分享。好，来。跟前书十二章，我等一下要把这个讲完了以后，我再把恩膏再说一次。恩膏说完了以后，我要实验给各位看哈。神哈是可以让我们有实验的机会，实验的机会，你知影哈？啊，有迄个实验的机会。啊，神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神呐哈，他常常让我们可以去经历到他，可以经历到他。你看一下哦，第十二章哈。第十二章的第一节，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来，我来读第一，我读第一节，你们读第二节好不好？弟兄们，论到属灵的恩赐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上帝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是可做主的；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只是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哦，再来呢？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是他信心，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是他医病的恩赐。过来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OK， 来，你看，你翻过来，第十二章，第十二章，再翻过来哦，在二十七节，来，我来读二十七节，你们读二十八节，好，来 ，OK，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作肢体。几都是使徒吗？几都是先知吗？几都是教师吗？几都行异能的？几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？几都说方言的吗？几都是翻方言的吗？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。
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。然后你可以看到，这是九大恩赐嘛，对不对？那九大恩赐之后呢，他教导什么？保罗教导什么？第十三章他教导什么？爱，没有爱，一切都是空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爱也要对，爱的心智、爱的态度、爱的行为都要怎样？跟我说一下，爱要对，生命要不要对？要对。你如果生命不对，你领受这个恩膏，等于害了耶稣基督。那你再看一看哦，来来来来，你看一下第二十六节，二十六节，若有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有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怎样一同快乐。你看看，你这个很容易，很简单。那个钟林，如果礼拜天受苦不能用 PA， 是不是教会很多人就会受苦，对不对？他得到荣耀，是不是全所有人都会得到什么？得到快乐。有神迹的地方，那个城市绝对是个快乐的城市，对不对？有神迹的教会，绝对是一个很快乐的教会。Amen。有神迹，有神迹就有神的恩典。你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，你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，来给各位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的地方，第八章的地方。第八章，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从这。第最后一节看看，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，那些鬼大叫，大声呼叫，从他们身上出来，还有许多瘫痪的、瘸腿的，都得到什么？在那成就了什么？我大概下个礼拜可能跟各位讲一下什么叫鬼户啊，新密叫做新，就是啊，叫做无鬼户啊，刚才被罗离一块，你知道吗？哈。